好，然后我们这边呢会 demo 是那个积木形状的分类器，然后这有五种不同颜色的那个形状积木，然后我会分别放上去那个出生在影像底下，像这样子。然后我按下那个按键以后，它就会去依照训练的模型去判断那个它的形状，然后去分类到它要分类的区域里面。